警消在乐华夜市升起云梯，因为有名妇人在今天凌晨三点多突然砰的一声坠落在一栋公寓一楼遮雨棚，邻居被巨响吓醒，赶紧报案。警消大约在20分钟左右就把妇人救下，幸好只有脚趾有撕裂伤，没有生命危险。坠楼原因将待警方调查厘清。突发中心新北报道。